主菜上来了，主菜上来了。刚才吃的是那个海虹，然后那个番茄汁炖海虹。这个是三文鱼啊，给了两大条酸文鱼。哎呀，烤土豆，我特别爱吃烤土豆。这个是那个炸茄盒，上面搁点这个沙拉酱，还有两个彩椒。红酒啊，红酒来了一瓶，来一瓶红酒。我特别喜欢吃烤土豆，我不爱吃那个蒸的土豆。当然啊，当然要是真饿的时候啊，要真饿的时候啊，吃什么也行，哈哈，是吧？这个什么饿了给一口啊，饱了给一斗，不如饿了给一口。饿食什么什么吃糠，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，是怎么说的，是吧？现在这物质生活确实是啊，能够满足了基本的需要了。我现在还带着这酒精，随身带着酒精啊，随时都要擦啊，这个酒精要抹一抹，擦一擦。三年多的疫情啊，给我都落了病根儿了。其实这个中餐有个问题，中餐就是过度烹饪，中餐过度烹饪这不好，是吧？这个烹饪的时候太讲究什么煎炒烹炸了，实际上营养都没有了，而且那个油烟特别大。西餐相对好一点，西餐要好得多吧。这儿的有一服务员，大高个儿，特瘦，像我的一个初中同学，在那个工商银行某一个支行当一个副行长，像我一初中同学，长得倍儿像，就那个脸特别瘦，特别高啊。我那同学也是我一客户，还要过我的酒啊，照顾我买卖，也照顾了好多年。初中同学，原来住安定门，后来搬家搬到望京去了。上班还在东城，在东直门呀、交道口啊，在这边上班，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。今天下雨，中雨，早上起来是大雨，从昨天就开始下，然后连续从今天开始9天都没有30度以上高温了，秋天应该正式来了。